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金屋摸索的巡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台中市，这边是位于汉口路上。那这一间呢，非常的特别。这一间是在我一开始，大概约莫在四五年前，刚开始拍片的时候，这一间就在了。就没想到，事隔至今四五年后，哇，这间还在，存活算是老店中的老店。那我们又来到这一场，就来这场小玩一下吧。好，结果我们来到这一场，刚刚小试一下台，结果出了这一盒。刚刚那个香吉士，因为我们在正门，我们10块钱下去，它变45度，然后这一个是在这里。然后过去20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想，我们就把后面的都挖下来。这边有桥板，哎，这拿得到哎，可是没啥动静。前面都不要动。对。我把那个带下来，而且这边的公仔保夹都是780。嗯。后来打起来那个，我觉得是压力真的是小很多啦。哎，哎，动了动了。还有7秒6秒，可以，然后这个拨，然后我再拉，因为它是阶梯式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整个都拉下来。那这个能够下去吗？然后封吧，那一个布鲁克夹起来后面都会崩掉，逆一下好了。啊，还是我的推捏蹦，可以吸吗？吸哦，好像不行耶，它刚刚的爪具。我把这个7秒6秒5秒，我想要把这个拨过去，全部都先给它过去。这个爪子过去啊，爪子进不去。瞧吧，起。我觉得就是看推二收，看能不能直接弹出货。这个再下来，来极限。而且这边有一个新的合资果，那一盒我们从来没看过。嗯，今天来到这场第一次看到。哦咦，好上去。没关系，我推一下，调个爪位这样子。二收。哇塞！哎，过了！哎呀，过了呢！那能甩打吗？好像不太行。啊！哎，没关系，刚刚就是这个角度20块出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台应该就是要打像一开始我们出货的那样子方式吧，然后这一个给它推一下。过来，对啊，他都捏着放着。可是你要先逆看看。哎、欸，逆逆看，来放，来呀、啊，瞧吧。啊？不会最下面没力吧？哎呦，来。啊！怎么丢了？你刚刚怎么出的？刚刚就这样啊，然后就出了。你知道捏薄一点。捏薄一点。嗯。哎、欸，捏薄一点就翻掉。起来。啊？而且那一盒乔巴我们好像也还没打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那这一个咧，布鲁克，走，弹一下，来了，又是个出货点。哦吼！我看摸起来应该就有了。你看刚那一下漂亮哎，刚那第一盒这样子直接秒杀呢。还是这一盒抽起来，真的吗？算了，因为那一盒我们没打过嘛，也抽起来，就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对啊。
可是不抽又，可是香吉士现在是靠着它。对啊，它靠着 那一盒已经剩一咪咪了。我觉得还是唯独这一个布鲁克啦。吃。然后这个角度你逆血水不行，要先给它改变一下位置。对，进不去。哇塞，这个布鲁克我们也是没打过，对不对？哎，哇塞，无限枪位，一直弹。这角度嘞？有了吧？哦，然后现在反而那一盒不能动了。你看，香吉士过去了，现在要动这里了。你看，香吉士顶着那一盒，哦，所以反而现在那一盒不能动。我们要从全部三盒可以从这里过来。哎，结果那一盒新的都找不到。哎呀，永远打不到，那一盒现在是完全不能动。中，来，然后那边再下来，这样子排队。全包下来了，来，可以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先下来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不会浪费一些那个一些资源。好吧，因为后面的公仔也算是我们的资源之一。哦，来了，小捏，小捏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顶着他，他过来，不溜溜。就是一个六六六，啊？是要小捏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这样没用呢。不管不管，我们这个就这边的先过来，这样子这边的先都过来，然后那个再下来。哇，这个会不会卡到？起，哎，卡，哎，没卡。哇塞，怎么会没卡？对啊，想说稳卡的，啊呵。下去了，哎呀，跑去前面了。没想到我们出了三盒之后，第四盒有点危险。完啦完啦完啦！哎，没有啦，不对啦，你看这边，当次夹四正一，哦，所以你有四盒就正一盒是不是？哎，好像是哦，这样吗？对啊，台主自己写的啊，夹四正一啊，暗黑记不正啊，我们没有暗黑记啊，那我们保夹了，还可以再拿一盒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那这样我们是不是不亏？不然亏顶多小亏啦。因为我们至少前面第一盒是20块，那个已经帮我们立足了一个打台的动力，一个亏钱的扣打。反正我们保夹完可以送一个，对我们来讲就还好了。它在上面呢，想办法闪过它。哎嘿，闪过了吧？那我最后。我们小试一下这门，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还好了吧？因为想说它起来能不能拼一次脱钩啊？不可能！哎，下面的不可能，它只是让你有个机会而已。
样吧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至少我们夹四能够正一，然后我们就密台组看看。嗯，那我们再去玩下下一台。这一台就非常的特别，你看它有两盒公仔粘在一起的，而且都是金正。这台保夹真的非常的低，以市面上来讲，你看两盒公仔粘在一起的，通常保夹都是比较偏高一点。这一台只有1080，还两盒粘在一起，我们就试试看吧，不一定我们可以打出来啊。我把这一盒捏一下，我把它挤过去，然后上面那个推下来，然后再打前面那一盒。他把后面那个撞下来，嘿，现在这个卡住，哎，超满，超级满，超级满，超稳，非常稳，非常稳，真的非常稳。这个带一下，还是说这个我们就这样一直逆，这样子。哎呀，是感觉差点。我要后旁会出哎。直接二碰这样下来啊？对啊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致命的吸引力。对啊，真的，它捏起来很稳。对啊，哎，怎么都东卡西卡的、啊？这个走开，起弹，二手，嘿。站上去吗？我在想他能不能上来，蹦下来。那个是有点情理面的。哦，一点点啊，但不多。因为这一盒要站在它上面。这一盒、哦。把它挡起来。有点难过去，因为它的限速真的拉得超死。你看它拉到这个卷一圈，所以基本上你要调会很紧，你看甩起来都感觉很紧。起，逆的嘞。再逆一下，上去，这样嘞，比较有安全感的。哇塞！哦，这有办法卡动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哎。刚刚原本我们打之前雷宝150，现在510，我们打360而已。甩过去拨它一下，拨得动吗？我觉得可以啦，应该是用拨的，应该是拨得动。算了算了，我直接来哦。它是卡得更死啦、啊！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哦，见好就收。对啊，150，我们刚刚500多，大概打370、380左右。所以它是直接两盒公仔哦，直接罗加那个布鲁克。而且他们是不是本来就是一组的？不知道，因为我看不到它的后面。但至少我们成功打出来。两盒，这也算是新款的金正公仔，而且再打下去，我觉得吃饱的可能性真的是非常的高。我们刚刚那个弹到那里，真的是非常的运气。都是后面那一盒啊。他打到他弹过去的。就说要打一盒上去吧。哦，那要不要再拧一下这一个？不要不要。啊不要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去打下一台吧。这一台洗衣精摆的也是非常之满，而且它是阶梯式的哦，拿得到最后面吗？也可以耶，11秒，还有空间，还有还可以还可以。拉不下来，
而且它的下爪是非常快，这算是偏快了，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天地应该是打推拍啦。但是我希望如果后面能够崩下来的话，应该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好。有一盒了，有一罐。来了，这个应该基本上打推啦，抽起来就有。对，抽起来就有。但是它的下爪没有到光速。哪里抽起来就有？有了吧，这有了吧，这拉不到啊。拉不到啊。拉得到也出不了。哦，我没有想过会站在这里耶。一罐，而且台主这边有写夹四送一哦，跟刚刚公仔一样。你要花一点钱把东西整个都拉掉，还有这边可以用多段逆的这样子推，卡到那一个，不然他刚刚我觉得他捏到应该是上来棒了。还是要先动45度的。你说这一个吗？那我就先动这一个好了，因为它上面那个只要一捏到，基本上应该是站不住了。哇，站得好稳啊！对啊，还是得这样子，真的还是得这样。那一盒撑住它，那不那一罐，它被你影响，你看那一罐撑住它，好鬼。也可以这样子，也是好。这样子是要打两拍，推好像到不了。这样子有了呗，这边可不可以帮我补一下？这边他会不会抓屁股？这个会，我觉得会。不怕不怕，那一盒四十五度还好，我们没动。他把它 hold 住了，这一罐应该是有了，有，撅呢，屁股，然后呢，这边呢？那边如果带得到的话，其实很漂亮。谁说带不到？可是他要进去了。没有，他有出来，他弹了一下。因为带那边起来蹦在上面，我们还可以做推，因为他基本上要打这样子。来上来上来，哎上倒，你看，不然就是这边啊。因为我们现在才两罐，我们要重点要目标达到四罐，不然就这个先吧。谁说不会？喂，不然有一个方式啊。逆的。逆的那个带的位置很大，但是你要拍得准。但他在拍件那一刻会有点小盐，但是不多。起。哇，还是勾他啊？没有，这个打掉了。因为那个我们这样子不能这样子。包屁股吗？哼。直接捏头可以吗？又回来。它下面那一段那个力道真的是偏弱，阿内内至少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捏出来，啊怎么是你？
也行也行。刚就这样勾它。还是我们来试试看捏头。啊！哇！他这一下捏头，他已经晃到这里了、哦，这样子回去，哦，挨负了。小宝，小宝，来吧，我们夹三罐了，剩最后一罐。这一罐让我出来就好了。弹出来了吧，哈哈，那我们夹四罐，然后我们再去命一下台主，因为这一台也有夹四送。嗯，那我们再去玩一下下一台。好，我们最后呢来打一下这一台，这一台就是我自己要的了，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，它是好像是蛋黄面，这个在一般的卖场一杯啊也至少要好像是65左右。那我就帮你煮面，再加蛋黄就好了。味道不一样，没有感，没有感。一二。看我能不能出个两盒就好，屌喝哦！啊，差点吸过去。要保夹多少？380。哦，这么贵啊？嗯，都快要可以买一箱了。所以我们势必一定要少少出，不然这个不划算。你看有了吧？丢丢！哎，没倒。对啊，他刚刚要倒了耶。哎，还是这样子啊？哎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先拿一波。哎，8秒，8秒，还有，可以，过来。来不及了。推这里，倒。我们从上面，因为你看我们刚刚打了几十块把一楼铺好了，这一杯有希望。哦哦，有了，哎哎嘿，哎7秒，你看划算了吧，比买的便宜，嘿嘿嘿。这个多两个啊，这个也在这里啊，你看这个也在这里啊。看能不能再把这个弄出来就好，但是弄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洞口打一打，嗯，这样丢后，哎，没下去，对啊，哇，这一波舒服了，真正舒服。没收，我们就最后把那个一推，然后就把前面攻一攻就好。因为这个真的好吃，我真的蛮喜欢吃的。但是它一杯的价格，你在外面都可以买，快要可以买牛肉汤面了。差不多哦。对啊，再贵一点点而已。差了。但它直接打就会好像没那么好打，对不对？差了，哦，能不能再一个？再一个就好，再一个，就这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至少要让我一个 happy ending 嘛。助攻，漂亮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我们总共好像打了4杯还是5杯，哎，回去可以回味一下它的味道了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这次夹完了，这次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，非常的不错，尤其是也没有，尤其是好像前面第一台公仔我们也是
前面出了蛮顺的，然后后面就打到保夹，还好看到台主上面有写夹四送，所以我们才去拼那个夹四保夹，我们要拿到那个四。然后后面这台洗衣机呢，它的难度我觉得也算是蛮高的，因为它也是靠捏盖子浮。如果我们刚刚在正门那边，我们毫不犹豫直接捏盖子的话，我相信应该会出的比较快一点。就那时候我们一直想说要把它带上去，就带不上去，就吃的，哎，没有吃饱，没吃饱，没吃饱，只是差一点。我们好像有一罐最贵达到两三百去了，因为保夹380嘛，也接近了。还好后面我们也是看到台主夹四送，我们也是拼那个夹四，又可以再跟台主拿一罐。然后我们后面呢就去打了我要吃的蛋黄面，这个我就留着慢慢吃，或者是朋友来的时候分享给他一下，可以吃吃看。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好吃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那这次抽奖要抽什么呢？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这一盒了，和之国的。这是什么？大妈吗？不是，不是大妈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物是什么，我只知道他是跟娜美配的。然后这一盒这个角色从来没看过，因为我们后面和之国过后就没追了，所以出了什么新角色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就不管，至少这一盒是最新公仔。那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一盒新的，好了，大妈公仔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一盒的抽奖方法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就订阅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